啊，请田少廷为我们分享贷款的 mega。好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哈，就是故意让我创造比较不一样的出场。那就是上台先真的谢谢大家长那个我们的吴总跟副总，对，就是其实我们做社会住宅，其实真的蛮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史，就是包括很多同事可能半夜然后被那种精神病的房客骚扰啊，哦，然后就是有人要纵火啊，我们还要去当消防队啊，但是有时候要当讨债公司的，所以昨天我还去讨债，这样半夜去讨债。其实，这一路走来，真的，我体会到一个就是，真的是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就是很多背后的事情要做。然后，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啊，就是很常。在做一个目标的过程中，会有很多的情绪，甚至很多的想放弃，甚至很多的争吵。啊，我觉得感谢大家给我的包容，对，然后特别感谢我们的行政团队 Peggy 他们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们要跟政府配合，其实他们帮我们承受了很多压力啊。其实，有时候跟他们吵完之后，跟他们吵完架之后，会觉得哦，真的，其实自己怎么不够成熟这样。那我希望我们未来。我们可以更团结，然后我们公司可以越做越好，我们要拿到全台中的第一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当然是台北上课没有白费哦。